围棋频道，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元围棋频道赛事直播。今天我们很高兴请到了刘晓光老师为大家讲解第27届同理杯中国围棋天元赛三分棋决赛的第二局比赛，是由陈耀烨执黑对阵古灵毅。刘老师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天元赛的第二局，今天啊在同理下的是我跟陈楠给大家来介绍这个这盘棋。陈耀烨和古灵毅这两位棋手相信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了，因为两个人呢都应该算是鲍一代的领军人物，而且他们都是年少成名，很小就能打出很好的成绩。对，都比较年轻啊。跟陈楠也都是基本上跟你算是基本上差不多的年龄啊。然后这两位棋手，尤其陈耀烨最近状态不错。在此之前呢，因为这个围甲比赛啊，我们那个北京队和辽宁队遇着之后，我跟陈耀烨聊过几句。他赢了那个赵汉成，我跟他说那个棋局的时候啊，这陈耀烨的确对这个很自信，对局面呢判断呢很清楚，我就感觉他最近状态还是不错。那古灵毅呢？古灵毅最近没见过。您了解吗？古灵毅最近我没见过他，就没有机会聊。正好是因为围甲的缘故，所以有跟陈耀烨有过这个对话。那么，我们今天来给大家看看，现在他们正好是画面出来了，这两位这棋手啊，年轻的两位现在在一线的棋手。这看出来了，他们俩正在对局，这个陈耀烨跟古灵毅。对，这个比赛呢是在同里古镇的这个政府草堂进行的。对，天元赛在那里已经形成一个传统了。是。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天元赛的时候都在那个同里下。刘老师是我记得是不是印象中是1988年之后连续3届天元冠军。你记得可能比我清楚，我都。不敢确认，就是我天元赛还算有缘分，因为天元赛下的在那个挑战位置还下的很多，或者是不管是拿过头衔或者在那挑战。天元赛啊，咱们这个是有这个连庄的传统，就是连霸的棋手非常的多。连霸的啊，像刘老师、刘晓光老师、马晓春老师、聂老，对，还有这个常浩，曾经是5连霸的。对，古力6连冠。目前也是纪录的保持者。然后我们目前在位的天元陈耀烨呢，是已经取得了4连冠，并且在这个决赛第一局是战胜了古灵毅，可以说是距离5连冠只有一步之遥。对，这样啊，这是古灵毅。那陈耀烨在天元还是很有缘啊，是拿了4届。相当强。我之前记得是古力是拿了多少届？6届。古力是站的时间长，现在后来是他从古力手里拿的，对吧？没错，而且是2次把古力从这个挑战者的位置上打下来，然后又2次战胜周贺喜。这样、之后打古力后来挑战结果也都被他打下来 是吧？这样啊，这个陈耀烨看来跟天元还是很有缘的、可以说同里就是他的福地。福地啊。嗯。那我们是不是来给大家来看这盘棋，讲解这盘棋 好吗？我们一边看一边。来，这个是陈耀烨黑棋啊，走这个。这个三番棋呢是第一局猜先，然后第二局双方是交换先手。第一局他已经赢了，1-0领先。是吧？他下了一个这个，在这手的时候啊，第5手的时候，我本来是觉得这是中了，他往回缩一步，在这儿。这是修正吧。这个大家注意啊，说原来是在这儿，这是中国流。这个呢，这个不是叫，是不是叫陈耀烨的流啊？修正版中国流。对，这个我见过，这个倒是这个见过。你比如在这一带，挂了角，那挂星位在这个地方。对，现在这个中国流也这个啊，他现在修正一下在这儿。刘老师，是现在这个是最新的研究成果吗？是大家都走这个了，还是陈耀烨的秘诀？中国流这个方向。我还头一次看的，我觉得这个倒是这么短，那边宽着，我觉得这个很少见。
是不是好，我表示怀疑，很难说，至少很难说。现在它是试验性的，这个也是在这个状态啊，它状态好，什么棋都敢下。尤其在状态好的时候，历史上都是状态好的时候，下的放开了，我就试一试，后面呢，在后面的变化当中，它也能够着驳回来。这个棋布局当中啊，一般有利它也有弊。不能说完全好的，像这个错一路啊，应该说这么挂一个，这个就显得好一些。他就是更照顾这个小目方向、啊。对，照顾小方向，不会从这么挂了，是吧？嗯。这是一个。那么他这门正版的中国流，对，也可以，他是走的这个啊。然后黑棋往这边拆一个星位，是吧？是。星位拆一个，然后在这挂，我觉得这个挂很大，很舒服。我还觉得这个既然白棋下中国流啊、我以为他就是一人，就因为这边黑棋占了一个边，对，我以为白棋是要抢这边，对有可能是挂了拆回来的。对哦，那他实战呢，就是直接就是挂这个，我觉得方向挺好的。哦，您觉得他挺好的，或者这两个，我倒觉得这两个不交换也是有可能的。哦，直接挂。对，这个交换了也行，但是我总觉得应该挂这门，因为这宽了，原来在这儿是吧？宽一路是不是挂？应该是从道理上，棋理的道理来，我觉得是应该这面，他是走这个，对吧？对。然后他拆三的话，他可能打入。他打入。他是拆的高，是吧？哦，那如果拆高，觉得怎么样？他是不是想照顾出头？照顾出头。那他不想就地做活吗？做活是什么？拆二还是拆这个？那我就拆二。您不是说拆三有打入吗？对，原来他拆二的话，这个我觉得你黑棋缩一路的话，白棋来说总好的，应该是这样。拆二呢也是有的，但是拆这个也没有什么不好吧？拆这个、没有也没有什么不好，我觉得。他可能就是想出头方便一点，然后但是这个棋好像是对就地生根，或者还有这个有没有？看看这个、直接到这儿来了。这个是不是可以考虑啊？就这一类的都可以。这个乔爷这个是属于敢下，但是白棋来说，我觉得没有不好的道理，总是都能下，拆这个，拆这个，这都是可以的。你既然都往回缩一路，应该是，但是说你好多少有限，我觉得有限，就是说这个布局几下子之后，这布局就是很难说。不能说一定哪个好啊，不能说一定好的。我觉得白棋你他就逼迫黑棋这个逼迫你从里头挂了，不从外面挂了，然后呢你又拆一个，他走这个，路还很长啊。你说，就如果我当时不愿意让他挂的话，我可以不抢这个，可以走上面呀、不抢这个，走这面啊，走这面哈，或者我守个角，行吗？这个没有挂是吧？对，是这样吗？嗯，走哪个地方？走这个？走哪个？守个角啊。因为就往往这个局面吧，我们可能棋友也会有一些困惑，不知道这个大场该从何选择。那白黑棋啊，也可能啊。白棋会拆吗？也许我估计这个，这个是不是这个？这样也是有可能吧？是不是？那这样黑的觉得不满意吗？一种布局的一种。陈楠这么下也是布局的一种，这个啊都不能说它的一定好和坏，不能定论。这个关于后面的持续性，这个都很难说的，也是可以，我觉得这样也行。那我可不可以理解为就是这个时候的选择我们就看个人风格，风格可以，对，喜欢什么布局，每个人的风格，还有他这个布局啊，他既然走这个，他可能他有他的连贯思维，他根据他的这种布置的连贯思维，他往下行棋。这个布局，尤其布局，他这个每个人呢、都不一样，都不一样，都没有说一定的好和，不像一个局部，点杀是必然的，这个就没有，这个很难说，除非特别像这个，我倒是觉得这个，我倒是像这样的，我还喜欢白棋这样，因为他这个新手一般新手的话，一般是需要，质疑，这是习惯性的。他走这个挺好。走这个。走这个。走这个是不是不怕别人穿？
他穿是不怕，嗯，这个就是可能是这样，我就冲下来，对对对，可能是不怕别人穿，他给他把这个收工了，是吧？不怕穿，嗯，他走这个，走这个，然后他扳住，啊，对吧？对，断掉，直接冲断，对，直接冲断。这个我看起来啊，我觉得是在人家黑棋的一个作战范围里，他居然把对手给冲断了。我觉得可以冲断吧，我觉得可以冲断啊。这个如果这个都上你的空的话，那就太厉害了。那我当时就贴起来，我可能要我下，我就这样贴起来啊。因为这块看上去挺薄的。如果这样，那不是被他岂不是被他攻的有点那个什么了？有点觉得这样都被他成了，有点不忍心。我倒觉得冲断可以吧。可以。我觉得也是一个，也是一个相对来说作战还是可以的。看上去。当然，有的人说是要这么打。哦，对，这个这样打，我觉得白棋也可以。那推过来这底下就都成空了吗？嗯，不能说完全都成空。这推的白棋长，然后你这儿变薄了，然后这个里面是不是就一定成空还难说？以后三三一拖很难说。这样，那不是白棋冲断不就合适了吗？是。但是他不愿意了，他实战就是把这个长一下。嗯。那么白棋长这个，这个他长点，这个。白棋这个要说死还离死还早着呢，这就成了一个作战型，作战型。在人家这个已经等了三手的包围里面作战。作战型，那你这个时候我就想，这两个如果不交换，可能会更好一点。嗯。那如果不那样的话，直接走成这样冲断，当然更好。这两个不交换呢，好一点。而这两个交换呢，对他作战黑棋好一点。但是即使如此，我觉得白棋也可战。白棋可战。我觉得也可战。嗯。我没有觉得是有惧怕，这个黑棋就这么都这样都，如果都是你的空的话，那就不成为棋对手了。这个棋我没法下。这是算黑棋先挑起战斗，还是白棋先冲断挑起战斗呀？这个是那个黑棋啊，黑棋你进攻这个白棋，白棋大家都不让嘛，就是说这谈不拢，谈不拢。都不让你这个棋，你要退一个嘛，我就不会冲断了。您退，那我飞起来。飞起来，对你这个非要搬起来，我就断在这儿。这个棋应该说，这个也是没有办法，也只能是这样了。战斗不可避免。不可避免的。嗯嗯，大家谈不拢，就不能都不能让。现在黑棋跳你也是必然的，对吧？嗯。你要走这个不是有跨，这个不行的，对不对？有毛病。必然你只能缩一路。嗯。应该是这样。白跳这个。白棋跳这个，这样呢，就是说白棋也很轻，它也两个也有可能弃掉，只要这块棋不被攻，现在你攻你也不好攻，你不管走双，我这个往外也能出来。再一个呢，我底下掩护也很丰富，应该说白棋不怕。但是您这冲断我的两个子，您我把它看清，这不是棋筋吗？刘老师不也可以说，他看你怎么吃，你要吃的特别损的话也没有，我只要把外面破了也可以。但是如果把它看得再轻的话，还可以选择这招棋啊。我从这个形状上看啊，是不是可以考虑，比如说在这个地方掉一掉，这个你这个位置的形状，我在这个地方掉一下怎么样，陈楠？我在这个地方吊一下呢，这个地方有靠，嗯，是不是啊？你看你走什么？你这个棋呢，我靠下来了。你这一般的情况，我估计你是大概是这个，是不是啊？这个有点太不好看，是吧？大概是这样。我就尖吧。尖一个，大概这个尖应该是先手，对不对？这个尖先手，你得再粘上，对吧？这个要粘上，然后他在这一类的走一走。这两个做一个交换，这样呢，以后这个形状啊，舒展一点。你比如说白棋下一步尝一尝，是不是啊？嗯。这里面有冲了打了贴都先手，你基本上都是成为这样，我估计。哦。你看这个黑棋。看上去不像受攻的样子。这个白棋不像受攻，我认为白棋可战。嗯。我觉得白棋可战。跳这个之前可以做个这个准备。走这个把它看清，这样应该说我觉得白棋
我就像刚才说，我喜欢 Nike。 您觉得比他实战这个好？比他实战好，我觉得这样轻处理好。我如果是我可能这么选择。这个因为陈耀烨不在现场，我也是这么会给他探讨一下啊。要白棋是古灵玉啊，白棋古灵玉，白棋古灵玉，我就是说我要这么下，看陈耀烨觉得认可我的下法吗？古灵玉也是不是有机会给他说一说啊？这个走这个轻处理。这样的，我两边我靠下进去，这样比较好一点。这样是我是最希望这样下。他是直接都没走，直接走。直接走的。也是，也可能。他也挺轻的。但是这俩不交换，有可能有变。有变数。有变数。有靠断是吧？有靠断，或者说你再走呢？你这两交换跟这边不一样，多走一手，对这个，这怕威胁这个。他走这个。你走别的话，他这个也没有好位置，是吧？你这个的话，这个也不对，这个人家也没不是没有这个也有问题，他是走在这儿跟着跳。以后呢，再比如说这一类的，这就封进去了。对对对，白棋这个棋呢，也可以往这个地方走，这个地方走都可以，是吧？实战就是下这个。但我觉得他这个步子迈的还挺大的。那这个不交换有可能。有变，那这个时候再走这个也可以，我觉得这个还暂且死还远着呢。那您不怕我封进去吗？比如说你要封，那我下来。我来不及是吧？这个地方即使你吃了我，你这一块你都不，问题你不容易吃。不容易吃。这个就是说这个时候也是个机会，这个时候也可以。这先试试一试，试试应手。您这儿有没有反击的手段？我这个不老老实实补呢。比如说这个吗？这个就这个吧。这个他这个啊，这行吗？这样，也可以，这个也可以。这样的话，我粘上。对对对对，也是可以。这样也可以，但是就是说白棋的话，有可能你这个损的话，它是不是就？这个我就为难一点，我是走这面还是走那面的问题，是吧？走哪面的问题，有为难了，这个我为难了。我是往哪个方向走？您还是不是还得补这边啊？我如果走这面，补这面的话被你禁了，是吧？真被我封进去了。害怕你这个变化我就搞不清了。这个呢，也可能啊。白棋比如说这个是先手对吧，他像这一类的他是可以的，是不是啊？你比如说就算这样的话，这个先手是吧，这是先手。粘上。对对对对，这个飞下来以后有点味道。这个就难说了，我倒觉得这样有点，你反击也是有可能，这就有点看不清了。又看不清，这看不清的，所以说我说这两个不交换之前先走为好。那我比较轻，是比较轻。那就不一样了，你要这个时候这样我退，这个我就下法不一样。那么现在呢，他走成这样，我们看实战啊，走这样，然后走这个，然后他是走的这个，是不是直接瞄着直接断？对对对对对，就来了，直接来了。他搬一个吧，是先走这个哈。这个这时候朝着您这方向来了，那你要是这两个交换就都来不及了，你要再走这个，他可能这个有可能这个你就不跟着你走了，有可能。你比如说这样粘上。这大概是这样吧。这个角这是转换吗？大概是这样。那即使这样，白棋也是可以考虑，我觉得也是可以考虑白棋。走轻的，不要它了。不要了。不要了。没有什么好要的，这个我觉得可以考虑，至少。这个靠断搬一个，它大概是这个吧。那我就挡住。你要断哪个？它大概会断这个吧。断这个呀。断这个，我可以不要了吗？可以不要啊，这个，这个吧。那我要不要应该就是这个。对。
我可能比较担心您断这个。断这个？对，这我在里面是不是得做活？断这个，这里面就是说这个有点怕来不及，怕来不及。白棋刺一个是先手，对不对？刺这个先手，他这个等于是现在是，我们看这个实战啊，他这个实战，武林系是走的这个。对。他搬这个，这两个交换之后，他再来一个这个，是不是？对，人家还是顶。哎，对。他来个俗的，显得有点俗。是有点俗。显得俗，这两个交换实际上比较俗。再走这个，然后端这个，实战就成为这样。这个。为了要这两颗子，我觉得这两颗子可以考虑不要，可以弃，可以弃。就像这个时候啊，陈楠说的，就哪怕单挡也可以，单挡给他都没事儿。还有这个棋啊，还有别的象，哪怕你再走这个也没关系。刘老师就一直强调啊，也没有，也没关系，那个地方给他了，是无所谓的事儿，无所谓事。陈楠说这个是不是啊？你怕他走这个？对，我是怕这个。好好好，他大概是这个，对不对？尝出来。对对，他在这个棋在走什么？是不是贴一颗？贴的话，你是不是还断我？贴一颗有可能还断我吧？还断。哎，对对对，有可能是这样啊。哪怕他这就看不清了。哪怕他尝出来，我看这个棋是应该走什么？或者我比如说我走这个，现在你走什么？那我得要呀。对，是这个吧？对，我尝出。我如果这个呢？这个我挡住。哎，这又挡了吧？打这个是不是？跑出来。对，对，我拐一个。哦。这个要争子。哎，你再尝一个吧。那我这肯定得拐呀。我再打呢。哟，那这是怎么回事啊？黑棋也危险吧？是不是？还真是。也危险。这作战很难说，很难说，是不是啊？这个都有风险。有风险，也有风险。这个我觉得白棋没有快，你这但这两个交换，你把几个行有着，我觉得就单挡，你陈楠这个单挡就很有意思。如果他要是断这个，断这个，这我就不怕。端着我有两个选择，你不怕是吧？我就气了。而且你要不气的话，这个直接来的话会是怎么样呢？直接来啊。啊，我就问问陈楠这个怎么办，是不是啊？你堵不住啊，也堵不住啊。不好办。是不是啊？直接这个好像也不见得就一定行，那个他有点惧怕。这个棋好像白棋也可下。也可战吗？也可战。也可战。实战是他是先来这个。这是被陈耀的气势所吓到。他就希望你走这一类的棋，你正面作战反而没事儿。你这个来了损了两个，你把我们刚才那么很有味道的种种变化都给取消了。这样一走的话，这两个太俗了，太俗。他是搬了顶了一个。太俗。粘上。穿上，他挡住，是这么下的。对，然后让他断。对，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下啊。这个有点俗，这个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他就是想救这边，不想弃。这个这棋我怎么觉得，这两个也至少别交换，这两个也不能交换，这两个交换也不合适。这好像不能，这个交换这个吧，有点俗是吧？俗，有点俗。这两个交换之后啊，被他断了之后，断这个啊，他是搬这个吧，打一个，长，长。但是即使如此啊，俗一点儿，这个有个打，你如果拐这个，他大概拐这个，拐这个，哎，打是应该是这样吧？这一类的啊。活在下面呢，是打还是退？打一个粘上，退立一个，立，
白棋活了，活了，黑棋也没什么好的。嗯，这样的话活了也没什么。那你在此之前，你刚才掉的话，活在里面还是不是问题？嗯，哎，不是问题。如果这样，黑棋都不肯。他虎在这儿，白棋一打，我不给白棋就地活棋。啊，对，这两个比较俗，比较俗。这个棋呢，关键是他这个交换之后啊，这里面有一定的问题。嗯，他现在贴一个，感觉上只要能出头也不错。这能出吗？啊，能出。长。对，现在你也没办法走别的吧？我觉得这边有断。现在断的话，他可能长一个吧，争子有利，是吧？啊。他能够，你那个得走这个吧？他把这个打住，哎，啊，打住了，打住了，没事儿，是吧？打住了之后，你这个不是倒扑吗？嗯。冲不了倒扑吗？这个黑棋不行，是吧？嗯、你我长一段，对不对？封不住吗？比如，哎，你走，敢走这个的话，哦，你走吧。啊、哦，我都不敢走了。走没关系的。嗯，我走一个。走一个啊，走这个。但这个得跑。对他打出来。哦，打出来。哎，这样打出来，再端，他这个有争子。嗯。哎，这有个争子、嗯、是不是不行，它不好办、哦、我总觉得这断点有毛病。是有毛病，是这个地方的确有毛病。嗯嗯，这个有点不舒服，它长一个，那就长长一个，它贴出来跟着贴。对，嗯，是很俗，但是呢这个棋你要把它一路长出来啊，白棋也可占，就说明这个前面这个布局啊，白棋如果经过研究的话，我觉得应该是白棋还不错吗？有棋下的地方多。嗯嗯，那他是新发明者陈耀烨，新发明者缩、嗯、一路，这真是气势很大。我就是缩一路，我也能够作战也有力。应该说你缩一路是没有力的，但是呢，他现在气儿壮啊。他敢于在这个大比赛中头衔战的决赛，这个正好是这个时间段呢、啊，他赢了一盘，心里有底儿了、啊嗯，又是一个他。各方面都比较得意的时候，嗯，我觉得理解棋手在这个时间段，哎，敢下是最好的时机。陈耀烨啊，他确实成绩是比较稳定的。咱们从2013年开始是以按月公布等级分，就是从1月份开始到现在，陈耀烨的等级分没有掉过前五位。哦，这么厉害、啊！现在是第二名。现在第二名，就证明还是发挥啊，状态各方面还是比较稳的。哦，嗯。这个，哦，他是前一段什么时间？我记得输过几盘棋啊。他是您说的应该是百灵爱透杯、哦、输给周瑞阳。哦，是吧？好，其实陈丹是很清楚。陈丹是管电脑，所以很清楚。记者不是管电脑。这个，对他，但是他这个能够你说保持一直保持等级分前几位啊，这个相当厉害。嗯、是，嗯。陈耀烨看来还是成绩不错，嗯，哎，现在敢这么下，这个古灵毅相对来说可能没有他的成绩好，是不是啊？古灵毅等级分多少？您考我，古灵毅现在是第18位，那也不错，18位也是也是不错啊。是，今年也是稳步上升的。以前没有18位吧？以前在1月份的时候还在20多名。啊，嗯、对对对，那给我感觉接近。可能主要就是得益于这次天元赛，天元赛他是在这届比赛里开始爆发啊，这个晋级路上是战胜了十月啊、姜维杰、谭笑、哦，那不错，都是现在一线的哈、啊，一线的不错，含金量十足。他在围甲里面，他下围乙，刘老师没下围甲，是嗯，古林毅对吧？对，是那在这个，所以。对他了解还是最近少了一点。嗯，好，我们再看这个棋局啊，这个白棋长出来，你说这个应该说白棋还行啊，如果能出头啊，出头可以啊、嗯、是不是、啊、看看他还得跟着长，他是长一个搬了，这个被断一个也难受，再走这个是不是、啊、对，再来一下，再来一下，嗯，对，这个就跟着真的出头了，那按您说的白棋还可以啊，他是走的这个吧，搬一个搬，哎，硬搬住，对、嗯、
这个时候我跟你说，这个时候白棋怎么出头呢？出头，这个地方有一个段，现在第一杆是扳啊，这个如果缩一个的话会怎么样？缩一个被长一个完了，这个是这样吧？嗯，会走这个。那您就在下面活，我把外面封起来。对。怎么样呢？关键我是在想什么呢？我是说以后这一类的，好像有点味道。嗯。在觉得这个棋会黑棋怎么应对？是吧？你看这个棋，是不是也有黑棋有味道？有。是吧？嗯。这个地方，我怎么觉得这个哪怕就这个飞下来的话，这个这招棋也相当让黑棋有点不舒服，因为这个打先手，是吧？嗯。这个地方有点味道，有点味道。我是觉得这个地方有潜在的有个很多可让黑棋头疼的地方。嗯。是不是啊？可以制造点头绪。头绪，对对对对对对。嗯。比如说，就这样下，走这个，你如果补一个，它断；你如果在这边走，它就断一个。这个呢，就是说，白棋这个考虑敢不敢这么下？现在呢，它是实战是扳的。嗯。多数人会扳，我想多数人会扳。这是不是要出头？你那个味道啊，黑棋的味道，你自身呢也很多麻烦的地方。嗯。很多麻烦的地方，所以要被尝一个，觉得你的味道都把你那个补掉了。现在扳呢，你产生了很多你的断点。那黑棋不要断你吗？对，现在就是这个断，看能不能扛住。对，这个断厉害，这个断呢，你这个一下子这几个都变坏棋了，你看啊。嗯。打吃，长一个粘上，你看这几个都变坏棋了，这几个都坏，这你等于是又紧气又是余形，所以都舍不得。你本来如果不交换，这两个给他就给他了，就没事了，吃两个就吃两个，那面大，那当然最好。现在你这两个交换，实在是舍不得，被他这一走，变成了大坨形。然后呢，他关键是要断这个，他是给你弄这个最好的办法是，他是这样，他要给你来一个这个，然后坨在一块儿给你来一个杀在一个坨形，比这个刀把舞还难看的一个形状。这是不是要死了？那这就完了，白棋就动弹不了了。不是这个怎么办？你等于是动不了了，打不下来啊。不，你提这个，他再扑一个，你这怎么办？这个是棋筋，对，等于是这都动不了。嗯，动不了吧？嗯，这可能不太行。这个是黑棋给白棋，就是一个圈套。嗯，如果走成这样的话，白棋一下子麻烦。你这都是，你看，这都是多难看的形状，这两个是吧？鱼形，就是因为练这两个字，团成一团了。当然不会下这样，要下这样那就结束了。马上结束，你这个古林要挨骂了啊！不可能这样。现在他断的时候，你有几个选择，或者两个选择吧。反正这粘上是不可取。不可取，那眼见的一断，他我估计搬的时候就看到了这个棋。那肯定是算到了。算到了。如果没算到，他就不会搬，就可能采用我的长一个，或者虎一个，或者长一个，就那么个下法。嗯，可能会长一个，他长这个就算飞下来或者走那个棋。嗯，那是一个选择。现在走这个的时候，我觉得黑白棋实战打他还有一个这个长这个。这个能扛住是吧？就是说是顽强一点。那我还断吗？你断的时候，他只有这招棋。那我是不是走这个呀？对对对，你就这样。但您这棋不是还是很难看吗？是难看，但是那没办法了。哦，没办法。这样呢，我就扛着，顽强给你那边作战。你这个中间呢，也味道也很多，可以就是说这么顽强一下。这个白棋，这就死不了了是吧？还不，它本身的眼位不行，但是它不是要把你这一坨也给烧进去吗？嗯，烧进去，给你一个顽强。对杀。对杀。但是已经就是说是这只能是没有办法的事儿了，是吧？
那黑棋怎么办呢？这得补吧？黑棋啊，这个太复杂了。嗯，这个太复杂了，这个不是说一会儿能摆清楚的。乱战，哎，你走这个了，他走这个了，等等啊，这中间在作战了啊。这个白棋他也有很多先手，这个是先手，嗯，要打了长先手是吧？是，这个倒难说，这是值得一战。那古令反正没走这条路，真走这条路就一战定胜负了。哎，对，这个复杂。嗯，古令也没往这个方向走，可能这个也是值得一战的下法，但他没有走的话，也是一个简明的下法。但是说他是走的这个啊，走的这个打吃这个，这个就是形成转换，形成转换，嗯，转换。我觉得就是说这个时候转换呢，你这一坨被吃了呢，虽然死了，但是转换也是一个明智的下法，也可以。终于把包袱给丢了。对，但是如果你要早先少损一点的话，那个时候，这两个棋所谓棋筋也可以，可以弃了，可以弃。现在就是打着说打这个啊，如果你长是他的希望，假如打对他吃这个，粘，对他粘，对。这个这不，那个。哎，这样他就合适了。嗯，就是说他愿意这样想。你走这个的话，打吃，这跑这两个和这个争，他能够，反正你总共能够抓住一个。嗯，这不是越死越多吗？哎，对，这个所以不能跑啊，不能跑。嗯，你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说冲吃。哎，对，对对对，提掉，然后他是这叫吃。嗯，对吧？然后他打吃。对，是这样下的吧？嗯，然后再粘上，对，就这么下，等于就白棋就弃子了。弃子了，对，弃子了，对，他是走的这个吧？对，转到这边，我说这个能吃下来，是不是？也可以。我觉得白棋也还行。能吃下来，所谓吃下来。是怎么吃下来？你说这个得跑吧？对，啊，贴下面吗？它是长的吧？长一个先手，嗯，长一个先手，是吧？这贴就死了。对，白棋黑棋的跳步，然后呢，再跟着贴，哎，走这个，对，就这么下的。我就是想把这个都吃下来，哎，这干脆吃给了。反正虽然是棋筋，嗯，棋筋加这个20目有吗？差不多，10几目。这个不小，但是呢，那个获利也不小，那个获利至少是白棋可下。这个转换，哎，至少白棋可下，嗯，或者说也不错，也可以说这个棋它长一个，那么再贴一个是吧？嗯，就这么样。再长。再长，对。再贴一下。这个要贴吗？这个事儿。就不贴了。不贴不贴，看行吗？这棋。补这个。我觉得有两个下法，一个是这个干脆闷进去，或者是这个把这个补，这个巨大，嗯，这个太大，它力量强，干脆你就把这个补上得了，补上得了，这个本身大，或者是大是吧？这个是不是要补这个吗？干脆就这个吧，就这个也无所谓，这个如果更狠的话，这个，嗯，这个就这个吧。哎，这样的话，这块棋他就拿住空了。这边没有，哎，你让下不来了是吧？我觉得你下不来，你走什么？走这个？不可能走这个，走这个我就穿过来，嗯，是吧？是。哎，就这么下就可，就这下。这样的话，你吃就给了，而且你看，你随时把这赶快把这个打掉。嗯。那边走完了，就把这个打掉就完了。把这个打掉多好啊！这个打掉，你看这以后一立的话很好。嗯，找机会把这个打掉。那我也可以找机会把这个搬掉呀。啊，是，是，您就不应了吗？那但是你可能妹妹得走吧。啊，我来。先把这个粘上。嗯。把这个粘上是相当重要的一步棋，相当重要。这个这样粘上的话。白棋我觉得应该有自信，没有坏啊，目数还可以是吧？没坏，嗯，没有坏。这个棋黑棋是走什么？
白棋是啊、哦，黑棋，黑棋咱是不是这个？你觉得，陈楠？嗯，我是想下来，想下这个，不知道下这个，这个尖一个吧，嗯，尖一个这个地方，如果大概这样，应该这样吧，嗯，然后再震一个，是不是？我就出来这样。哦，您这个不跑了，下次拍跑，下次先围控是吧？围控，这样把控先都得掉，嗯、得到控，嗯，如何？不肯吗？我觉得挺好，白棋挺好吗？嗯，那这个空不小吧？不小，因为这个被一断，这好像就没什么东西了。在虚的地方成空是最好的，嗯、最合算的，就是说你的性价比合算的，你们投入的少，收获大。嗯，哎，我觉得这个可以，这个有点自信吧？这个应该没问题。至少漫长，嗯，但是前提你黑白棋已经走了，俗手走掉了，嗯，走得很重了。但是这是一个机会，就是说，又或者说又是一盘棋或者起跑线，你要有自信的慢慢后半盘，嗯，之前我倒觉得白棋有机会下的形势可能更好，但现在也不坏，不坏啊，嗯，那行，这是我们的结论，觉得这样。可以下，哎，这样可以下。那么他没有走，没有走呢，他走的什么？他跟着贴。哦，贴这个是吧？贴这个啥意思呢？如果交换着之后再走这个，是不是更凶些？这能杀吗？这是有可能杀。那这个呢？嗯，这两个没交换的话有变数。好，有变数。有什么变数呢？他至少是有这个，比如说穿下来穿，不怕我冲吗？再冲，那再走一个，冲，哦，再冲下来，再来一下，他搬三三，哦，转到至少有变数，嗯，是吧？这个他可能惧怕这个，有可能，嗯，是吧？所以他想贴一下，贴一下，哎，对，哎，这个不走，直接粘，直接粘，他那个穿的话，把那个吃掉。不行吗？他可能我那么这么猜想吧。嗯，他粘这个也可能怕穿，也有可能想先贴着一下。哎，对，贴着一下再走回来。对，嗯，有可能这样。但是这个是不是贴不着了？贴不着了，他把这个断了。断了，这个太大了。嗯，太大，太大，太大，这个让人受不了，太大。对，这个太大。他是还拐了一下，拐了一下，嗯，对，这个拐等于拐，你要走那个等于被他吃回来，虽然便宜一部分，但是也不肯，嗯，这个太大了，因为你这个搬不动了，看这个搬不动了，嗯，这个棋它会这样了，它会断你了，叫吃的时候它提劫，这个不行了，不行，崩溃了，麻烦了，这不好办，嗯，搬不动，那等于是人家这个贴了。牵手还得补回来，对对对，有点痛苦。这个太大了，这个，嗯，你那边都吃了都没有这一下，应该说这个就拼命应该走这边粘上，不怕别人穿是吧？穿再说了，穿再说了，哎，那个穿呢，白棋也有棋下，嗯，有棋下，不是不要怕那个，这个棋走这个之后，白棋搬这个是吧？嗯。哦，他还不是这么过来的啊，这么如果这么过来呢，他会贴这个，先马上走这个，这我得补呀，哎，补一个，怎么补一个？对，这个，补一个，补一个，对，然后黑棋是不是怎么呀？是不是在想办法走别的？这个倒是可以考虑，白棋啊，嗯，可以考虑这样，这都加了一手了啊，对，是不是有点凶险？凶险，他陈耀烨呢可能在里面在折腾折腾，嗯，找点棋里面，哎，他是搬的这个，他说你要往上逃呢，他也给你逃，攻你这个，嗯，让你这招棋，走不走？实战啊，实战倒是陈耀烨啊，嗯，他很自信，
他很自信。没有现在就跑。他没有马上跑，没有，他是跑了没有？他是走的这个还是走先跳的这个吧？他是走搬了一个，搬一下。对，您刚才一直强调这个。对，要打掉这个大太大了。嗯。这两个交换那太大了，以后立一个的话，这中间木数都不一样。木太大了，这个、嗯、这立这一拐啊，这一搬，这个木太大，这立完之后这一搬，这所以打着一下就很好了。所以他要搬这个，是吧？这个棋他也跟着走了。我可以不跟着走吗，刘老师？这个不小。也的确不小，这是被人便宜的。便宜，那我哪怕以后再打也很大，嗯，再打也不小。黑棋再往那边走，对吧？跳这个。嗯，对。他这个出头是跳这个的。对他，我猜想、啊、不是跳这个的。跳这个就是复杂一点。他比如说，他可能往这边走。我就跟着溜达呗。溜达，这么溜达。嗯。这么溜达，他也给你溜达。他先刺一个，刺一个，这我得粘上吧。对，他给你走一个。好，再走什么？这个形状。粘一个。嗯。他就希望这样，还给你，你走重，嗯、他给你反正是，机会觉得这样攻着你，还好。这个时候呢，我估计是黑棋的陈耀也觉得形势不错。嗯。从这个棋局，我猜想啊。他可能觉得自己形势还可以，所以呢他下法他就选择了弃子。哦，就这一溜不要了。不要了。我说他这个形势，本身我自己觉得要我下，我觉得怪可惜。弃子、嗯、有可能选择陈楠这样。您不是说这个不好吗？我可以修正一下，说是走法啊，比如说我可能不跳这个，我往这儿搬一下。是是。哎，也可能这么下一下，哎，是吧？嗯，这从那儿走走眼，是确实不太舒服。走走眼之类的，而、嗯、但是总之你这个地方是重一点，你跟着往那边走呢，它成空呢，白棋可能也就跟你想这么走。嗯，它是这么跳一个，看似这边有虎有靠，是吧？但人家靠在这儿了。对，是这样。嗯。实际上靠到这儿，如果你再走这个的话，它就搬进来了。这个厉害。哎，搬进来就不好办。你要活在里面的话比较辛苦。你比如说打一个，粘上，粘上。嗯。这个棋不能断了啊，这个断的话被叫吃了。这吃一提你就没得转，走这个被断了，这是个倒扑。嗯。你只能这个，它粘上这个地方，黑棋就走重了。这是白棋期待这样走的，你里面麻烦，这能活吗？累了，有点累是吧？哎，这个就很辛苦了，怎么活？不好办吧？我就想这样活，还不如那么溜达出去。这个不行，这个里面就太累了。哎，你走这个的话，它可能有点，这个棋就不好办。它点你走什么？点不容易活吧？嗯，不容易活。能活吗？或者您还走到这儿来，我真是这都不行，这都不行，这麻烦。嗯，这个走这个，走这个也没活，他就靠着也没活。嗯、这里面太窄了、嗯，空间有限，空间太窄，不行。那这个棋他就跳这个，我想他是准备弃子，他不会再走。嗯，他是贴的这个。哦，这么弃子，因为一直啊把这个吃了。哎，对，本来你能交换成这样的话，他可能下法就不一样了。嗯，他就哎，他现在是走这个就给你吃了，这个我都有点觉得舍不得。他对形势这么自信、啊、他自信，我觉得这个白棋这势力也不错，也不小。嗯，对，白棋也可以啊。嗯，这个体现这个他现在状态好，对局势很自信吗？自信，很自信，觉得什么棋都行，都一直觉得自己好。哎，他有他的。吃了多少墨呀？这么自信。这个下棋到一定程度是容易，这个容易自信。哎，到因为他这个老赢棋，他这么下就有效。嗯。哎，有时候状态不好的时候，形势明明好的时候，有时候没自信，老打鼓。
却倒有点缩手缩脚了。哎，这个因为这个维甲他赢了，这个陈瑶赢了赵汉城的时候啊、嗯、我跟他聊天的时候啊，然后他说我这么下怎么下怎么他都有一套、嗯、他说我这么下就形势好了，因为他前面他觉得他两个局部亏了之后我就没必要这么下了，他这么判断啊、嗯他觉得前面那个赵汉城的脚上的失控那本身定型就不对，然后呢我就这么简单就形势很好，后面就用不着给他走复杂，找简单化，就安全运转了。是最近赢棋多，他赢得顺了，哎，这是典型的，挺好。他最近状态不错，嗯，哎，这个棋呢，我倒是觉得他布局是不是就一定行？但是呢，他就能够把这个古林毅就这么拿住，嗯，他这个状态挺好，是吧？就是别人吃到这儿，我都你觉得其实行程未必，我觉得很好。你不行，问问陈耀烨，到最后问他，他是不是觉得他肯定觉得自己，嗯，自己现在形势不错。可是我们觉得不见得吧？我也觉得不见得，不见得。到时候我们可以找机会问问他，他可能觉得是现在他挺好的。嗯，哎，这是我猜想这个棋手的心态。就不错，但是这个地方有这么下呢，嗯，我是一种什么思维，在总觉得这么就赢了吗？还想更加的好一点，追求一点，追求效率。嗯，状态好的时候呢，就觉得我这样已经够了，哎，就这么下下就很快就把它局面简单化。嗯，这是状态好的，不用那么累了。行，这个就是每次我以前有过这种状态好的时候，嗯，觉得怎么下怎么顺手。所以您特别理解陈耀烨现在，哎，所以他这种心情我能够理解。状态好的棋手啊，他是一种那种想法，嗯，是吧？你状态好的时候，你这个感觉什么棋都能看见，都是我的，我的想法你都跟着我的转。嗯，这个时候应该说从全盘来说啊，我觉得感觉是势均力敌，还早着呢。是，还早着呢。就这么轻而易举给弃了。关键那么定型，嗯，定型，啊，那么走成这样之后，黑棋他是把这个立了，这是刚才说的这个特别大的。啊、嗯。那边他那面赶快找个先手之后，为了抢这招，这招的确太大。这招这么大吗？我怎么觉得刘老师这边全空？你比如说你要走什么？走挂。这个再走一个，那假如这样，他打一个，的确很大，立刻就打这儿了。打这儿，你是粘不粘？不粘的话，我下不这一下。先生，再来一下，我的天哪，这个棋太大了，这有点就一招棋马上就能走成这样，嗯，就一招棋，这招棋在全盘来说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了。这些空的地方都比不上了，这招太大了，这招空的那都不如这个。不如这个，看似是普通的，只是一个力嘛，嗯，那么多空的，但实际上，它又是实控，又是进攻，它这都厚了，你这个变成一个负担的了，嗯，挺好，这挺好，啊，这很好，这个白棋呢，这其实把让你浮在上面，他的自信就建立在他有能够抢回这一招。普通是不肯弃的，嗯，但是呢他觉得这招太大了，在那纠缠半天之后，如果被白棋打着，那真的是不见得。哦，你在那纠缠半天都跑了，多占了一些便宜，对，这招如果落白之手的话，这棋麻烦。他干脆啊那边简明的走处理之后赶快抢这一招，这个我觉得他这个对现在这个局面的处理啊还是可以，嗯，这个比较得法，双方都比较要紧的地方，要紧的，他这个处理挺好的。嗯，哎，陈耀烨这个说明他真的是状态不错啊，他是把这个立掉，立掉呢，你一看呢，关键你这个白棋里面是负担了，不活了，负担这个白棋这个他走的这个对不对？他这个先点一下啊，先点一个，点刺一个，粘上，嗯，对，点刺一个挺主要，对对对，这样，点刺一个，但是这个棋啊，这个地方是薄的。嗯，这个薄行，但是白棋必须要在这儿走啊，是吧？还是得处理这个，处理这空着还是没有人下。对，这个棋就是这样，它是下来，
下来呢，这是通常的下巴啊，不要去马上去靠断这那个走，它是立一个手一下是比较好的。为什么呢？我觉得这还挺严厉的。现在你如果这个，蒸死了。啊，对，首先是蒸死了，本身、哦、蒸死了。首先是这个，既有这个蒸死，嗯，对吧？不成立，不太好，嗯，这个不好。你更不可能这样，千万使不得啊，这个不能走这个。这个就我们就不摆了吧、嗯、这个不能走啊。嗯，另一个是本手，你看那个棋谱上经常是这样，先补一下手一下，你补就算了，你不补呢我就马上再出手。嗯，这个另一个就是说白棋比较薄，哎，怎么个定型法的问题。定型，我看陈耀烨这个真的是酷爱实地啊、嗯、为什么大家叫他钻山豹？哦，有这个绰号啊。对，他不是豹一代的小豹背棋手吗？哦，钻山豹啊，不是穿山甲，钻山豹。钻山豹就说他爱实地，爱实地。哦，你看他这个很扎实，这个是穿山钻山豹。我还不知道这个绰号啊，那很有意思啊，他就酷爱实地、嗯、是。那是不是有点像赵志勋那样的？可能有点这个感觉。哦哦，这样啊，陈耀烨喜欢这个、嗯、可能跟这几步棋也有，跟这个棋风也有一些关系。那下次给他下棋的时候啊，知道是他是这个情况啊、嗯、你这个一定要把这个先抢了再说，抢了实地。嗯，对付这种棋手，以前对付赵志勋就是这样。我们研究就是他喜欢实地吗、嗯、我就先抢了实地让你来，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把实地抢了，抢了之后你喜欢东西我给你拿了之后、嗯、你逼着你去来找我事儿，对，就不是你擅长的领域了。哎，对对对对对、嗯、如果你很高兴给他抢实地都给他抢完了之后他挺得意，你还得他最擅长的地方都显现出来了。嗯，哎，所以下次谁对付陈耀烨、啊、先抢个实地。嗯，他是叫什么钻山豹啊，是就因为他是那个豹子辈，是这意思吗？对啊，应该是陈耀烨应该算是这个标准的豹一辈的领军人物了。所以豹一辈是不是八零后还是八？八零后叫虎辈。虎辈，嗯，哦，像常浩这个年代七十年代的叫龙辈。他要九零后，他不是九零后，但是他也基本上在边缘。哦，这个分的还，我们稍微放宽一点，他就属于九零后的。这是陈楠，他是因为搞这个网，他懂这个啊，我是正还搞不懂这些东西。就是大家给他起个绰号、嗯。挺好，挺好，挺好。嗯、这个下面这一例呢，是一个我认为是本手，本手，它防止了你中间很空虚，先加强自己，然后你的薄，不说这个靠断，之后。间断都有可能，然后、哦、这时候有可能了，有可能了，嗯，哎，都是有可能了。这个棋呢，它白棋的补了，白棋是刺的一个吧？对，刺一个，粘上，然后跳，也算本手，不算本手，嗯，是吧？也行吧，这个也是好像是。正常的一个下法，嗯，别的下法还有什么？别的我甚至觉得还有点舍不得，觉得这样的话是不是还想？还瞄着黑棋，人家我甚至我最希望是走成这样，他比如说搬或者走这个之类的，我这哪怕补这个，就木更木啊，便宜点。那黑棋会这么听话吗？就怕他不听话，怕什么？他不听，步步棋，步步棋走什么？步步我这个有爬，嗯，对不对？你给我间断呢，我给你再，哎，对，对，那这个上面走一个呢，跟下面交换一个，反正我也扎实了，扎实了，也我还有点舍不得，就是说狠一点是这个，但这个呢，就算是一个通常的一个正常的进行，嗯，应该是这样，这样是一个正常进行，基本上呢。大概就算一个告一段落吧。哎，告一段落，告一段落。哎，形势，你觉得谁好呢？
我觉得还早，还早，我就是看不出来陈耀烨的自信在什么地方。还早，陈楠都觉得七还早，你输入控，他不见得就好多少，是不是啊？但是我觉得这边如果发展好了，是不是白棋更有发展？哎，它这个空间还很大，应该说胜负远没有没有定型。嗯，这个也许就觉得还刚刚开始。刚刚开始，那么我们走成这样呢，就正好啊，我们可以先休息啊，等一会儿呢，我们再把这个棋局给大家来后半盘的精彩处啊，给大家来解释一下，好吧？好，一会儿见。待会儿见。好，欢迎回来。那我们继续欣赏双方后半盘的精彩对决。好的。我们现在来看这个棋局啊，刚才最后一招是这个，是吧？现在就是说，大杀一通之后呢，现在变成了一个这个局面。现在这个局面呢，棋盘还很空，是不是啊？很多地方没有定型，没有定型。哎，他把这个薄的补上之后呢，通常是白棋黑棋是挂一个，对吧？现在就是实战就是这样的走的，然后白尖顶，对。藏起来，对，是，跳这个，就这么下的，对，这个棋啊，我有疑，我觉得这个白棋下的不够自信。哦，白棋，您觉得白棋应该怎么下？这个棋现在是黑棋在这儿一拆啊，对，这个离它这个薄的地方太近了，我觉得棋理上是应该这样，加工，加工，你把你这个薄的护住。多数他会三三点三三，干脆你就挡着算了，就这样。爬回来。哎，就尝一个，应该这个是个普通的下法。嗯。对。我这个摆定式吗？定式，大概在走定式，哎，就这样下就行。哦。应该是这样吧？这样呢，你走这个看似这个，但这个薄你给它补上了。嗯。应该是棋理应该是这样吧？这个方向也还可以。对。嗯、这个我认为是正常，正常的下法，好就好，不好也就这样了，就是棋就这么下吧，形势是怎么样就是它了，这面就是下面的问题就是你能不能出棋的问题，也考验你的胆量，你要在这里掏的话，都死进去你就空不够，不就是你都死你就损在里面，否则呢你就在这儿钻一钻，它就微微空。这个棋不见得，这个棋应该白棋应该这么下呢，空来说，你这个如果把这个虚的地方围上，白棋不差。那他是心疼这角吗？还是怕他别人出来？可能他对这个角被点了，他没自信，也有可能。他觉得那个大呗。是不是？你觉得陈楠觉得怎么样？我觉得这样似乎比实战看着舒服一点。舒服一点啊，这样我觉得就是正常下法。你要在这里边，比如说想倒腾的话，那就战斗呗。哎，那只能这样了，那就只有吃你了。嗯，没有办法。是死是活都是他的一局棋。哎，你要钻一钻，围一围，我觉得白棋不差。也是，如果从外面削的话，您觉得把这角让给黑棋，白棋也够吗？哎，对，白棋也可下可下。嗯，哎，不过你要围着这个，把这个弱的地方围起来。嗯，差不多，这样是要下，因为他是想什么？他觉得被点了角，觉得时控损太多，他担心。那我要是跳出来呢？哎，跳出来啊。这样是这样吗？这样那您不是刚刚就没尖着吗？刚才没尖着啊，这个这样我就护着这个呢。这样有问题吗？啊，您就白棋不担心这样是吧？白棋我这么下就把这个弱点走上。现在是这样的，是这样的，等我拆这边。哎，你这那拆着了。嗯，刚才说那个白棋有个子拆不着，拆着还是大吧？那他就是可能还是不想让别人进去。对。嗯，这个棋白棋就跳下来，对吧？
到来这个地方是保险，它是一个保险。但是不跳，人家是不是脱过？那当然必须得走，必须得走，这个得走。就是说，这黑漆这么厚，这么厚，两边夹进你，你实际上自身薄。常规的时候你是要那个什么呢？补漆。要补漆。对。怎么补呢？跳。补这个是吧？不是，我就是自身白漆应该刚才是应该补齐的，就您刚说那家。哎，对对对，是这样。这个齐呢，它这个点太好了。昨儿这白漆跳这个是吧？对，黑漆跳。黑漆跳，它这瞄着你这个地方有齐。你这个是薄的地方都显露出来了。你比如说，它压一压，你这个的薄，这个地方随时它要你要小心呢、随时要小心。是吧？穿过来是吧？有毛病，这个要小心。你随时要防着这个，应该是这样吧？它要跳进去。跳进去，对，这个挺好。黑棋就守一个。守一个，这行。这白棋总是偏的。下面白棋是走什么问题？哎，走什么问题？这个地方你的不得不防啊。对。不得不防。那防也好防啊，这不就防上了？哎，对对对，这个挺好，这个挺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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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好。是我先手吧？哎，是先手，先手，这个行。哎，这个我倒是至少是一个可考虑的。对，你干脆就这样，是吧？那么再扳一下。对，我再守个空。啊，这个差不多。您还挡上？对对对对对。粘上。对，粘上它是不是都有可能进来？就讨厌。挡住了。哎。如果你要稳当一点，或者这个，或者这个，搬一下不走。对对对，就这一类的属于这个比较，我说这个哈，这是不是如果形势好，我就这个得了，打八我都哪怕补，我这如果一数空行，这就判断形势了。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下盘，反正这块棋我保证要不死，你毛病我都补上就完了，这是一个正常的想法。那他是判断不够吗？我相信他是没自信。还是没自信？我相信他是没自信，觉得空不够。是不是他大概打八？其实咱们这个棋啊，它是每方2小时45分钟，还有5分钟读秒。读秒应该算是慢棋在国内是吧？对对对，还可以，时间够。对，有这个充足的时间来判断。对，他肯定是觉得这样可能这么补棋是不是还是不太够，可能是他觉得不够是吧？这个他觉得时控并不乐观，也可能不乐观。我就粘上吧，别让您打靶了。不乐观，可能不乐观是吧？黑棋厚，还能钻，他觉得这么下他没有自信，应该是这样。这个是通常应该说这么定型，比较常见。陈楠，这个把这个补是自己有毛病一定要补。但他现在这个局面他可能就是不太肯。我们看实战啊。这个都行，这样的下啊，这样白棋走什么？走这个。哎，这个也是挺好挺好。就是说像这样的，就是说自身有毛病，我先打入你，来缓解自己的毛病，这是常见的一种手段。先问问黑棋，哎，对，看看你怎么，这个是常见，这个挺多的，这个，哎，这个大概是黑棋这个。一般就是靠。对，下面白棋应该走什么问题？白棋。如果搬粘也是有可能的，两边都想，那搬粘没解决这个问题啊，没解决那个问题啊。那这个棋你再补这个就没意义了，就不一样了，那这个打入就错了，没有意义了啊，就错了。这不好。那么搬那个搬粘，您说这个不好，那搬粘手脚。那没补上啊，没补上，这边怎么办？还是有棋。现在走什么？现在该黑棋下。这个地方有一个夹。那您现在来不及夹我吧，我只靠了推。
哎，一个要么就黑棋，应该是补这个。我相信这个，补这个，他就一个这个靠，一个那个打入，他两头。通常是有两个点在自己手上，一般是要走这个点。哎，如果手里有两个点，不会这样下。哎，大概是这样。他这个白棋啊，他是走的这个。翻这个。这个挺凶的。这个很凶，我猜想他如果断，是不是他会走这个？这样呢就缓解你这个了。陈楠走什么？走什么？嗯。这个我不敢吧，我得补上面吧。对，你要走那个，他也希望你走了之后，他给你反而这样，他就搬回来了。你走这个的话，他给，这最希望这样，白棋希望这样走。嗯。你这个呢，就动手就来不及了。因为我有我这个的话，自己有毛病了。哦，这也捞了，这也补了。对，这是他最希望的。这是白棋最希望走成这样。那我有办法吗？我立下来。立下来，哎，假如立下来，立下来呢？这个棋呢，应该说白棋有棋下，白棋有棋下。我想他怎么弃子的问题。假如说走这个，假如他走这个。走这儿，嗯，就是您底下那不要了。不对对，弃子最好。弃，而且弃子啊，这个棋你吃起来还很累呢。我不知道吃在哪儿。你是不是走这个？假如就算他打入，打一掉也可以。哎，就算这样，大概是粘上吧，还是走什么？我就哎。走别的吗？粘上吗？对，他就走这个。这个地方有个坚固。是啊，我得补一手。对，你再这样补一手的话，你再走就不一样了。嗯，走在哪里是吧？嗯，这个棋应该说这样的弃子的话，白棋就可以。假如走这个，他走这个，封进去，这个地方你不敢随便靠了。哦，这气有点，因为不能撞气了。嗯，你不能这样了，再挖，挖那更不行。你走这个我都要走这个，何况挖一个呢？嗯，是不是？这个就完了，退回来。这个不退回来，那他一粘，那你就这个一紧气就死了，是都死了不行。你吃这个，这个转换不成为棋转换，嗯，这个就等于补上了。补上之后，这个棋那是白棋最希望，走成这样。他最希望成为这样，嗯，这个呢有点让子棋的，让他装一个套，啊，看似渴望人家断，对，渴望断，嗯，这个立是个行，断了这个交换了，黑棋不好办，所以呢，对于这个陈耀烨状态这么好的所谓高手啊，他不会随便断的，他粘上是对的，粘上对，嗯，哎，其实这个本金还是这个立哈，嗯。对，是这样下，是吧？他打这个。嗯，对，这可以，这行，这个就是这个地方，哎，双方的在这儿来作战一下。嗯。哎，挺好。白棋这么下，可能是最积极的。最积极，但是人家这边不是，这又多了一个，就更。那这个地方就想办法扛过去。扛过去。他只能这样想办法扛过去。嗯。看能不能扛过去的问题，还是走的这个吧。是，立马就来了。你这个冲，看看能不能扛过去。他挖这个。挖这个啊，我们看看。嗯、这个首先是不是要冲这个？这个是要冲的啊。如果这个呢，这个是不是要断？嗯。是这样吧？嗯。应该是这样啊。冲这个，哇！打这个。哎呀，没有别的办法是吧？没有别的办法，如果弃子也不合适吧？怎么弃子呢？弃子啊？怎么弃子？就是不要的问题。不要的有没有可能性？不要，您怎么弃啊？进行这边。
我把这门得活了才行，是吧？嗯。我看看有没有棋子的办法啊。嗯。这个棋。帮白棋想想办法。白棋想办法。不好办这个棋，这个不对呀、啊，这个棋。嗯，你看一断。断这个不能这样了，这个粘上我就好像堵不住了，不好气，这门堵不住。而这个还挺厉害啊，这个挺厉害，哇了我就。靠了。那么我如果走这个，被你走这个，是这意思吧？嗯。我如果走这个吃。那我吃过来。不好，是吧？啊，对对，粘上走这个，嗯，这个有点大，不肯吧？不肯，是吧？失控，有点不肯。嗯，哎，大概可能。您这得补齐，要不然我。不好办，不好办。嗯，怎么办？只能打劫。实战，我们挂一个啊。对，它是这个吧？对。吃这个。嗯，提掉。吃这个。嗯。这个棋，这个就打劫了。打劫啊！打劫这就扛过去了，感觉白棋也扛不过去。不会，这个打劫有点不好办。嗯。没有劫财的问题吧？劫财，这是刚才黑棋。嗯。感觉打不过吧，白棋。打不过，那么打不过，如果咱们这样啊，如果这样行不行？打这个，他提这个，那我也提掉。对对对对对，比如说这样，还是弃子的思路。哎，对对对，弃子，大概你提一个吧，他把这个提掉，怎么样？这样的弃子会不会好一些？嗯，这样看上去是不错，但是我要提吗？嗯，好，看看。我不是不怕打劫吗，刘老师？哎哎，对对对对，哎，这样的棋，对，是我打你提这个，对，这白棋就飞一个得，嗯，飞一个得，是吧？我在想，您这个提得到吗？他要么这个棋干脆就提这个，提这个得了，哎，提这个，你也别打了，你否则你被我提一下也是味道不好，你大概可能也得提，我也得提，嗯，有可能。哦，那这样。就缓和一下，嗯，把这个气死，大概这样吧。还是被您封住。这个这样的形式看看能不能下。这个白棋就转到经营这边了，多了20目。嗯，但是呢这个也便宜了，嗯，是吧？这样的形式缓和，脚上的没棋才行。这点脚，对，点脚它挡住那样才行。这样呢是缓和的下法，这样是一个下法吧？嗯，是吧？您觉得比他实战打劫比实战强？比实战强，因为打劫那个劫，你是这么打的劫，你这个劫非赢不可了。这个棋呢，我说是这样，对这样的棋，我甚至先一打一个，你提一个，嗯，那么我要一个这个劫也可以。哦，先要个这个劫，你大概是这样，是吧？我再提一个，我还想这样，你可能还得损一个。黑棋再找个劫，哎，让你黑棋找一个劫。嗯。怎么找？你要粘上的话，我还希望这样。如果粘上，嗯，就提这个就行了。你这个吃我还累呢。那我多粘一个我。或者这个也行，这个行。这个这样也行。嗯，这样黑棋就累一点了吧？嗯，这我不喜欢黑棋。不喜欢黑棋，对，我先搅一个这个劫，嗯，然后再提一下，你找让你找劫。那我还在这边找。那你损一颗，有损之嫌。那我找劫我没办法。然后你再提。嗯。那么我就按这么说吧，就提这个吧，或者这个，嗯，就非这个也可以，是吧？你大概这个。我觉得是提一个应该是最好的吧，应该这样。哦，让我这儿损一下。哎，对对对对对，这样下比较合理吧？
这可能白棋好一点。白棋好一点啊、嗯、那好，那我们给他选择一个这样的定型。这个劫不损的、嗯、这个一吃你受不了吧、嗯、这得要，这个受不了，这得要，这个得要，然后再来一下、嗯、是吧，应该这么下。但是给古林毅出的这个参考图啊，我们看看他实战怎么走的。这个棋有个黑棋，他是直接打在这里，被提在这里，嗯，然后这两个没有，他找个劫，找什么劫啊？冲了一个，有损之嫌。这个棋我觉得还不如这个呢。哦，还不如要这个。这个比他那强，这个走还有可能挖呢。嗯，挖急的时候要挖的，这个先保留为好。真是，提过来。这几招我都觉得古林毅的状态不如陈瑶也好，本身的状态不好。嗯，然后黑棋找劫，黑棋找劫就找这个。嗯，他把这个提了。他消劫。太冲动了，这个不行。哦，那个太大，那个太大，不行。这还得粘上是吧？这个没有办法，这个没有办法。这个棋就是应，我觉得最狠的就是这个。嗯。这个提了之后，他找这个就粘上。嗯。他再提，你就找这个挖。嗯。如此的话，有的一拼，还是个拼的办法。是。是个拼的办法。嗯。你这个被他是提的这个，找这个首先就不对。粘上。这个不对。嗯。他是一走被他提的这个被他。人先打一下，打一个，把这提了。这个不得了，这一提这儿还得补回去。这个地方，这不成为转换了。嗯。这个就速败。这就不行了。不行了，我觉得这个哪能这么，这个太大了，这个地方有断，这外面碎了，这两个也是恶势，这是碎了，这个里面还有东西呢。哦，没吃干净。突然间这个古林毅有自杀倾向就不对了。这个劫争一打完是不是立刻就啊、对对对对对，这个棋哪能这么下呢，不合，不能这么下。这个劫主要不成为是那个状，这个太大了，这个它整个是有断的，中间也碎了，原来的你把它吃的棋现在变成黑棋了。嗯，不单全活，你自身又出问题了。嗯，自身都亏了，这一来一去打的比那个上面大，哎，这个实在的，那个外面还有虚的地方还没完呢。但是他担心这个劫打不过呀，我打不过也得走，那个棋可以那个，打不过你要么打这个棋呢，你就挖，选择那个损的，干脆非赢不可。嗯。要么你就刚才我说，你就打一个，打在这外面。嗯。找这种轻的是一个转换棋。气二什么气走也是一招棋。嗯，局面没坏是吧，现在这个就坏了，这个就你走这个下面走什么呢，下面是不是走这个了，他是不是经营上面了，这有个断呢、啊、对啊、嗯、这个就官子先不要了，对，这个不对了，这个不行了，这个他打这个、嗯，打这个你来不及，这个要么你再把这个打了他粘上走这个，他可能就走这个了，走这个，哎，对对对对对，估计走这个，你这边粘上之后他这里有断，嗯，是吧，这个他把这个就是这儿有个断吃着呢，太大了，还是来不及，哎，来不及了、嗯、这个打这个他没打这个直接走这个，嗯，啊，直接走这个，他走这个的话他粘上这个扳可能好点，也没有什么，他是走的这个吃、嗯、因为你在这儿吃他可能不行，因为吃这个他把上面打了，哎，这个不行，这个可能糊在这儿，这个可能不行，这外面他还没吃着呢，这个先都碎了，那面这还都没死，没问题呢，嗯，怎么办，他是实战，他打这个打外边呗，弃了弃子，嗯，他这个就提掉啊，他不长长的被你再打，嗯，走这个，再打这个粘上，对，是吧，实战就这么下了，是这么下的吧，是这么下的，嗯，然后他把这个提了，那这还欠着棋啊，是
它如果补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不是有打穿吗？这个地方有断，它等于是先手就走着了。这关键在上面还有问题的吧？它还是不是还担心这个呢？欠着棋呢，还没拉倒呢。嗯。不，它先还这儿来一下，它就直接粘上就可。粘上黑棋都不好办。白棋。就是白棋就不好办，对不对？就直接粘上你怎么办这个棋？那你等于是那先手走完这儿还这个，那不成为棋转换。这个突然间本来都是咬得很死，突然间这个古灵毅自身的就有自杀行为，自己就解决了，自己就不对了。是刚第一时段的时候还觉得看不清局势。你哪能这么选择？这个选择，你要选择这样的棋的话，除非读秒了，没时间啊。这个棋就是都是豁出去，肯定要看清楚了才能走这个。嗯。后面的结果证明他没有看清，什么都没看清的情况下走了一个这个棋，那黑棋太容易下了。嗯。后面就比较简明。我怀疑是被这个陈耀烨的气势所压倒了，吓着了。按说他是不应该读秒呀，古灵毅是这个著名的快枪啊，四届西南网的冠军。这样的应该不对啊，他是走的这个，把这个提了。对，然后人家打这个，好。这个就对，这样一长是吧。这个长一个，因为这对，这个有个叫吃，这得粘上。对，再压有可能双叫了。嗯，对吧？再压就双叫了。他是不是拐啊？哦，形成这样。他就是在围这边。这面对，围这个。这能都围起来吗？那除非都吃掉。都吃掉。这个时候就点角。点三三是个好时机。我都吃掉，那拼一下再说。还得把这个连回来。不，那个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嗯。反正这个是不能再让黑棋活了。吃也不好吃啊。不好吃。嗯。因为我这提了一个，看能不能强杀他。你比如说你来一下，怎么杀我？我来一下。啊。我要实战，他挡在这儿了。对。挡这个，这里面你味道也不对，这靠一个，这味道本身我觉得这里面有味道，这靠一个我怎么觉得都有很多利用啊。嗯，本身都有点看不清，本身我靠一个是不是有棋都很难说，是难。我当现在就靠一下。你不管那边走什么，就算不走单靠一个，这个都有点麻烦，都有点麻烦，都不知道该应在何处。我都不知道它硬在哪儿，都有这样的感觉，是不是啊？这味道不好，味道不好，围起来挺艰难的。本身靠一个，我都不知道它走在哪儿，更何况我这里点一个，你能杀我吗？我觉得这个下巴就已经决定了它败局，这个到现在已经败局了，就没有逆转的可能。不是，之前是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走向啊，你走的对啊，这个棋没输，他要有自信，没输，可下。而且有很多他取胜，有可能取胜的路还有很多。或者打这个，或者刚才我们说了重复了啊，这个时候被都卷成这样，等于包了一层皮了，然后再落到黑棋下，黑棋太容易了，黑棋太容易了。现在点三三你怎么吃我？他实战是这么吃。这么吃啊，如果这个吃好，这样吃冲。全马。挡。不能挡我拐吃拐一个，这一搬就你可能推我，可能也。我立下来，我不让您搬呀。啊，如果这样好。我这有点粗俗。这样啊，要这样啊。哇，陈楠，这个是我的考虑考虑，你这个棋还是真。如果这样是吧，你 是大概应该团我吧，是这样想吧，我估计你是这个想法。您不走这个。
啊，我如果走着，你是不是立我？对，我立下来，你走着，我拐回去。好好好好好。我想让您这么下。对。那我就想杀了。这个有可能，这个有可能。如此的话，真是有。那么，我是这样，咱们换一换啊。如果这样，我先挤一个呢？什么时候挤我也想立下来。先立啊，这个时候就要吃一个。对，这我得往回拐、啊、往回拐一个吧，对吧？我再提一个，考验你补在什么地方。考验一下，是吧？是挺考验的，我又不知道了。考验一下啊。那是山底下吗？山底下搬一个。那我不好意思站上面。对，就是所以说先考验一下比较好一点啊。哎，这样您搬吧。如果搬一个，对，搬一个，他得干这个啊。那我怎么杀呀？这个就不好杀，你比如退一个，哦对，他都这个是吧？他挡一个先手。对，这是一个考验基本功了。他走在这儿，这一坐这儿是有个眼，一坐是个先手眼那个。他白棋黑棋走这个就活了。那我得杀呀。不好杀了，他这个地方有眼了。这儿有一只眼，对不对？我走不着了。先走这个，他走这个活了，打一个就走这个活了、哦，这个就活了。好，我们看看这个地方比较复杂。复杂。这个，但是也有可能就到这个时候了，就拼一下，有这个可能。这个古灵可以考虑拼一下，但是我觉得，与其这个时候拼，之前可拼的地方都比这个要来得好。这是什么情况？快。这个情况。这样。对，这样的情况。这儿有个啊，但实战我们看实战，他挡的这个，他走这个是吧？但是问题他挡这又被一虎，这还能杀吗？就是实战，不好杀了，因为他这个棋啊，这个棋是这样，你要杀的话，哎对，这样如果这样他走这个，我这个应该这样，他夹挤一个，对，他粘上是吧？他断一个。这个棋，不是这个棋，你有一个爬。哦，我爬。看见了吗？哎，对，这个厉害，这个厉害是吧？黑棋可能还得先走这个。我爬进去。爬一个，然后再断一个。对，你大概这个，然后他这个是吧？粘上。对。哎呦，这杀只有这样，你只有这一条路了，只有这一条路，他可能是这个，只有这一条路。不，这看着杀不了。对，也就关键就这个不行啊。好像堵不住了，堵不住了，因为你只有一条路，这个，然后他走这个，他一长，你堵不住了，这个就杀不住了。是这样吧？这个就没有办法，你走这个他夹死，走这个他冲出来，进去不平了，这基本的一个算法。然后这那我怎么办？这个杀不死。这个其实对于他们两个对比者来说，这个都是小儿科。这都算清楚了。他就看一下形状就知道这里有棋。他们都不在，这个时候他们双方应该明白这个棋已经是没有办法了。关键是前面在这个胜负处的时候，他一松，后面就不是两个已经胜负的天平就已经是这样了，就没办法了。没有办法，这个棋是这个地方对他们两位对比来说，这种死活是在他多少年前已经练过的基本功。打劫。这打劫，他不反正有棋了。打劫也不行，对不对？也不行，这个打劫，这个劫，他要净杀才行。打劫这时候棋你是，你能净杀不能净杀？你粘上的话，这一断，还是断着。哎，对，这个打劫也不能考虑了，是吧？那我还就是没辙了吗？这个时候没辙了，这不在这个时候，是在你之前，问题出在之前了。这个之前你有很多要拼是拼之前，现在就我觉得
就已经是这样了，就已经定局了。嗯，哎，没有办法，他是走这个吧？对，是这样，他搬一 搬一下、啊，他退一个，他、他打可能还做结呢，他怕这个是吧？哦，他还要退，这个、就这么让人火了，这还能？那没有办法，这个没有办法，这个是没有办法，好像棋局也只能如此，只能如此。嗯，然后人家把这做活，做活了，是这样下的吧？对。啊，那个活，因为没有什么大的了，是吧？还有这样还有一个大的呢，嗯，还这儿还有一个大的一手气，对啊，这样还行，这个不小啊，哪个大还真的是那个大一点啊，火角大吧，大一点，嗯，啊，大也有限，这个都难说了，就至少这也不小，也能相对应，但是你多出一个活角，那当然不一样。哎，但是现在能不能点点空啊？点空啊？看看差多少，能点吗？这个好像差不少了，还是再收几手？收几手？我们看实战吧，好不好？嗯、看看实战，我们看看这个实战怎么走的啊？他们定型，把这个走了，对不对？嗯。哎，我们看看他到底是怎么个定型的啊？走这个。哎，对对对对，这个也行，可以。好，立一个，对。然后再走这个，是吧？这有个跑出来，是吧？嗯。你再走一个吧。补棋。哎，补一个，他把这个飞一个挺大的，这个挺大。他白棋就没点的机会吗？拼命，他怕这个，他打了跑回这个。嗯。没有机会啊，把这个飞一个相当大，他没点不着了。那么现在走这个实战啊，对，断一个，嗯、这么定型。来打一下。对，打一下，粘上，他吃一个，对，打吃，他提掉，然后配一个，是吧？嗯。那么黑棋飞一个也是比较舒坦的，对，飞一个。嗯。飞一个是不是也没有办法？好像没有，你因为你这个点不着，点它能冲、嗯，点它能冲啊，来不及，所以只能这样。对，靠在靠一个这个啊，在粘上。官子还被黑棋收了不少。你看这他的这个官子走成这样，挖一个，嗯，挡一个，挡住。你看这儿有个断，粘上。是不是啊？还得补。哎呀，补，他是补齐了吗？这个是他便宜，他压一个哦，压一个他是好棋，好棋，官子的好棋，官子的好棋、嗯，压一个。你要走这个呢，不是两目棋就没了，你要退一个，退一个呢，他把这个粘上，这本来冲完打是他的先手，现在他逆收了这一下，很大。哦这而且还有个双活的这种打劫双活，那也很大这个棋。嗯，现在走了这个之后，我估计他就可能对他的胜负已经他看明白。这个棋你看以后铺完提完先生这个一段是个打劫双活。嗯嗯，本身这个也他很麻烦，他把这个粘上了。啊，这个对官子还施展一下手筋。黑棋粘上这个。嗯，对。这个棋呢正好是两头都是有拐，一个相同的形状，他走这个拐这个，他走这个拐这个、嗯、实战就这么下的、嗯、像这样的时候呢，实际上这个棋就成了就不属目了。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实战下成这样就明显的空不够了，空不够了、哦、就比块这就不用再点了是吧？属就明显了，不是差一点了，哎，而且下到这个时候也不行了。嗯嗯，这个地方有一个双活的问题，他、嗯、也还是补不补，补的话你看又被他那种先手便宜，这个也心情很不愉快。哎，对，主要是之前。嗯嗯，这个走成这样之后呢，白棋下面就是要不要粘，然后呢主要是全盘呢、啊、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可以走的这种特别的点是吧？哎，
其实实际上这个棋刘老师他走到这个拐之后就认输了，认输了，古灵毅就是中盘认输，可能也是觉得形势不太够了，这个时候那么正好啊，我们这个前方啊有这个记者采访他们对局者，那么现在呢我们看看他们两个人是怎么说，好吧，看看现场怎么说，看一下。好，确实同意，就一开始的时候我就一步棋就走得有点过分嘛，一开始其实我直接抢，对方直接抢在那里，后面虽然我感觉一直挺乱的，但确实还是要稍微差一点。这个怎么样收拾的？今天这盘棋应该是说他一开始就是在处理那个单子的时候形状没有下好吧，感觉就是后来就是等于是被迫的弃子之后，我觉得黑棋已经获得优势，然后之后下午感觉就是打劫之后就棋变得比较简明了。这个天元已经是五连冠了，怎么样？这个自己的是不是有很有成就感？也没有，就可能在通里这下棋感觉运气比较好吧。实力其实我觉得大家都差不多，可能是每次来这儿，可能是感觉自己就是一来到这个地方，可能就下棋的感觉特别好，然后可能就是也加上运气比较好吧。刚才两位说什么？这个好像听得不是特别清楚，但是我感觉陈耀烨好像是说这边三个子没处理好。怎么说哪三个子？是不是当初这个？哦，我说这个我没听清楚。是这个传说确实是听得不太清楚。音响效果的问题，这个我也没听清楚。不知道他说的。我听他的意思啊，就是说之前这个没有处理好，他。黑棋这个没处理好啊，白棋啊，白棋没有处理好。刚开始说的这个他说可能是我听着模模糊糊的，觉得好像是这开始这个过后他就觉得自己不错了，这个过后然后后面打劫呢他又觉得这个形势就简明了，简明了。你打劫一转换完就简明了，那可能陈耀烨看来的问题可能是还是出在这一块就是古灵毅的问题啊。对，这个我讲的，如果打劫完了，那是简明了。打劫完把这个一吃，这个棋脚上简单的就出棋，那个可能已经完了。那时候就是彻底完。之前我觉得可探讨的地方多，但是这几棋我觉得是陈耀烨真的是自信满满。特别自信的一盘棋，这样就一下子就把对方拿住，而且他的下法，当我还表示怀疑的时候他就已经拿下了，就对方没有还手，就都是他的有理，你看看啊，这就是说，陈耀烨下得很有自信。这个古灵毅呢，就是发挥不好，发挥不好。领导看到这个是现场的颁奖画面，第一点古灵毅获得亚军，8万，是8万元。是第一次进入这个决赛，这聂老给发奖啊，好。陈耀烨是实现了这个天元的五连冠，20万元是吧？20万元，对。这个跟我们当年那个这翻了很多倍啊，是吗？当年我拿这个天元的时候可真的是跟这个奖金差很多了。现在年轻的这个时候啊，可能也物价涨了，但是奖金会翻了很多倍。现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的棋赛尤其大奖赛都很多，然后年轻的棋手真的是机会多，奖金多，跟那个年代确实很丰厚，还是挺让人羡慕的吧。你觉得呢？还是不错。是像国内的棋圣战呀，现在60万，对，很多。徐州烂柯杯也50万，枪棋杯40万。我觉得还是跟大形势有关系，现在国力强了吧，这个是奖金也高了，这个是应该是大形势好，对吧？
而且这个比赛呢，咱们这个是挑战赛制的，嗯，也就是说陈耀烨从这个他应该是一直本赛不用参加，直接进入到最后的这个番棋总决赛，所以这一个冠军相当于一个半，他第二年至少是个亚军。对，这个挑战都多少年沿袭的都是这样，嗯，哎，就是头衔都是这样，就是挑战制嘛，都是，这个天打友都是天元赛、名人赛，他是那个时候都是这种挑战式，跟那个日本以前那个都是一样，本因坊啊、名人呐、啊、都是这样，嗯，哎，他是冠军可以坐着等的，不像那个全国赛每年那种混打，他这种赛制就是这样，是吧？哎，这个挺好。他这现在这个陈耀烨是五连霸吧？是，五连。可能这个跟这个赛制也有关系，因为像我们这些公开赛，嗯，就是可能最多就是你本赛第一轮是种子，对，那你到第二轮的时候，你也要从头开始选拔。对，这个比赛呢，就可以直接等于你接受一个人的挑战就可以了。所以说，为什么这个头衔战啊，咱们这个连霸的棋手特别多，可能跟这个也有很大的关系。对，这个跟过去日本最先呢、啊，这个可能也有日本那个受影响，日本那个头衔赛居多，它都是这种形式的。嗯，现在我们棋圣战是不是也是这样啊？对，但是棋圣战现在只有一届嘛，一届哦，嗯，是周瑞阳的冠军哦，这样哈、啊，嗯，现在反正这个现在赛制都很多，都记不清楚了，是、啊，说明很不错，嗯，是吧？比赛也多，年轻的机会也多，说这个棋啊，这盘棋是这个代表着，也是代表他们这个双方这个现在年轻的一个水平，嗯，啊。应该说黑棋这个现在这个陈耀烨啊比较有自信的一个表现，下得挺好的，这个他们年轻这个快速成长，跟过去的那个时候老一代那个时候的棋啊还是可能有点区别，发展变化了是吧？哎，不一样。嗯，现在你说年轻的，但是现在老的下不过这年轻的，这个年轻的都他们现在这个训练强度实在是太可怕了，这种道场模式出来的小朋友跟过去有什么区别吗？现在条件好呀，就是有、我觉得跟这个现在哈、这个电脑化、这个程序化的也有关系、我们那时候训练就是拿到棋谱啊，就天天就这么，不断的打棋谱，有一个得到一个棋谱就研究。现在你什么，比如说这种布局，你把它检索化，电脑检索化，马上就出现，就能为我所用，就可以，就能够把它利用现代的那种工具啊，就能给它研究棋啊，就得到好处，是吧？过去我们那时候没有电脑。是吧？就是一个死的那个训练法、跟现在还是不一样，所以现在这个快速的这个年轻成长、跟现在大形势这个方便有关系吧？嗯，这互联网的发展，一个是可能咱们今天的招法，可能很快就被外国人、韩国呀、日本就被他们学去了，或者说他们的招我们也能很快的就能了解了。还有现在站在第一位啊，就站在顶峰啊，也不容易，因为你要站在顶峰、别人研究你啊，就比过去要先进了。对，比过去啊要容易研究透你。嗯，是这样吧？所以竞争就激烈了。对，就是说没有什么一个像以前一个时代，他现在可能就是抱一辈棋手，就是每个人都有冒尖的时候。对，挺好。这是我们来这个聊聊这个啊。嗯。那今天这个棋局啊，就到这个为止了。嗯、我们就基本上也该说的大的地方都说了，是吧？最后呢，这个陈耀烨就是以2-0的比分，又战胜了古灵毅、成为了这个天元五连霸的得主。好，那么行，那这次我们是不是就给大家今天的讲解就到这里？是，好吗？感谢您的收看，好，再见。那么下次我们再有机会见面，再见。